走，自行出发。不是讲准备好啊？结果呢？生菜，你写哈喽的哦。刚才你有看资料啊？这件代志哦，顺顺转过去啊。啊，我着赶紧准备资料。我一个三明治位透早食到下晡的，我嘛不是挑故意的。不是挑故意的。啊，白纸嘞？白纸安怎讲？内面内容呢？啊？你看，你是不是这样？我是欠的，无唔对啦，啊是我无搁确认一届啦。啊，不过你敢会当答应我，后盖莫搁夺命连环 call 啊？安尼我就袂紧张，袂紧张就袂犯错，你讲对无？我，你搁怀你一大堆嘞吼，你搁遐应水应气嘞吼。煞煞去啊！为着咱即马搁竞争的机会，一定要好好把握啦。是要安怎把握啦？啊，不是比客户的能力啊！大师直接给咱这张相片，叫咱去找这种滴啊，真正当作咱是熊猫哦。上好是对这种滴啊有兴趣。规日啊，今麦咱无退路啊啦，只会当向前行。一句话，冲！敢不敢？敢！冲！我要甲你迄个个人往上面多过几副饼。你饼啥啦？莫直直甲伊冤家好无？玩牙又安怎？爽啊！爽什么爽啦？你一个查某囡仔讲什么爽？美少女战士啊，你靠气质好不？我的气质无需要顶给迄种人看，伊根本就是一只跟屁虫，我就唔相信伊摆什么真主意。真主意？真的主意，假的主意啦。哦。我会这么爱跟伊弟仔，是因为阮爸讲，做人就要参像弟仔同款，有气节操守，你就无啊。冠廷真正是做园艺的，一寡花草也是白搭，啊，不过弟仔，佮同时去找到郑大师，那才拄好啊。啊，敢会是阮姐啊？林慧杰。我伫咧查资料的时阵，伊嘛有看到呢。啊，李慧君啊，我们是甲你讲过啊，咱做 case 做客户哦，迄资料拢足重要诶，爱保密嘛。啊，我嘛唔知会安尼啊。讲真诶，真正有够加啊，两只我懂。大富现在不是凶人啊？啊，不过蔡大富哦，看伊的表情，敢那势在必得，连阮伫咧门口口拄着，伊拢急急面吹互总经理看呢。嘛，唔去看卖啊！伊是家己的支付，敢有需要安尼做？根本就是半路出一个新家境。慧姐，你敢有了解蔡大富啊？你若是无了解，就无应该讲人的闲话。那呢，你都了解？那是讲你是为了蔡大富来牵拖慧姐？牵拖？那我换我问你，你敢有了解我？你若是有了解我，你就袂安尼讲我。你先出去。你敢有需要伫人家手里头讲话吗？是你先开始的哦。我好好来跟你讲话，是你硬要牵拖着蔡大富。是安怎？大概拄着甲蔡大富关系的代志，你拢变到遐尔无是非啊？冠廷，我当今物一届、两届，甚至是三届啊！啊，不过我真正唔知我当今偌久。所以你的意思是啥？你若是忍袂住，你想要安怎？我才想要问你，到底爱我安怎？你想要我关机关倒啊？你是甲我讲过啊，你袂去后边食醋。我规